家人，大家早上吉祥！阿弥陀佛！啊，刚刚啊，我们听了师长老人家《太上感应篇》啊两集的开示啊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？ 啊，这每一集呀、啊，好像师傅在给我们灌顶哦，啊，我们珍惜呀、啊，每一次师长老人家啊给我们教诲的啊这个机缘啊啊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当中。 说道啊，唯教菩萨作阿舍离啊，常习相应无边诸行啊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，无量诸佛咸共护念。 啊，所以师长老人家每一集都是用他的心血在讲，啊，每一集都是用他一生修学的精髓在讲，啊，所以每一集都是生灌顶阶受菩提记，啊，假如刚刚呃这两集我们有完全听进去了，那当下。 就是初发心菩萨，有没有？啊，忠跟孝，啊，就是宇宙的大圆满了。好，好，啊，所以我们珍惜老人家的法缘，啊，因为承德常常跟一些有缘的同修。 啊，比方说到新加坡啊，啊，或者到啊一些地区去，啊，有时候一上车，啊，当地的同学接我们，啊，真的也会跟他们共勉，啊，说到呢，啊，这一生我们遇到师长老人家，就是这一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。 那只要珍惜呀、啊，这一生都能呢，自行化他圆满，好，自己养了这个菩提智啊，也能唤醒别人的这样的志向，啊，所以我们真看懂因缘啊，资缘、习缘。 造元，知福，惜福，造福，啊，知恩，感恩，报恩。我们有了这样的心境，我们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修学心态，就是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 啊，我们这几节课啊，一直在跟大家谈修学的观念跟心态。第一点啊，随顺圣贤、佛菩萨教诲啊，不随顺自己啊，烦恼习气。 实在讲啊，这一句话，我们可以交流多久？啊，可能我们讲四十年都还在讲这一句，有没有？哪一句不是这一句啊？啊，啊，好像我们交流这一句的时候，每一次都不一样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再来一句好吗？ 大成起信论，啊，因为我们这一两天都在谈哪个重点？信心，信为道源，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那代表信心，假如没有发出来，那善根能不能增长？啊，那不止不能增长，还会怎么样？疑惑越来越多啊！ 疑云密布啊，啊，所以信心重要，啊，所以祖师慈不慈悲？他们都是应机说法，啊，这是马明菩萨《大乘其性论》，哦，他老人家，好像我们现在读的《劝发菩提心文》，净土宗是一组。 行安大师，他们为什么要著书立说，应现在众生的根基需要？好，马明菩萨讲到呢，本觉本有。下一句呢，不觉本无。好，这一句能不能？ 治所有的烦恼，哦，我们好像开了不少阿贴陀药了哈，哎，这一句可以治百病哦，啊，这在理上讲啊是治百病，在行上讲呢，那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治百病，啊，理论讲完了，呃，下手处啊，有时候做不到。 但是这一句佛号呢，那是自方便、自善巧，叫巧入无声。他不知不觉，你就入了真心的境界，你就不知不觉入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。 境界，那是法身的境界了。啊，讲到这里，可能大家又云里雾里了。啊，比方跟大家举个例子，《十善业道经》哪一句话最重要？昼夜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不容毫分不善见杂。那能做到的，这个因。 做到了，感什么果？感得诸佛菩萨都在你左右了。那其实就最后的结果就是感得佛果了。那这一段话很重要啊，我们学的也觉得一定要落实啊，好不好落实？ 昼夜常念善法，南无阿弥陀佛；思维善法，南无阿弥陀佛；啊，观察善法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不容毫分不善见杂。有时候我们在不要让不善相续，是吧？啊，你起个贪念起来了，哎呀，现在要叫哪一句经文来对峙啊？你还翻《大藏经》吗？ 来不及了，啊！嗔心起来了，这个时候是要用妄人还是凡人还是习人还是慈呵。<laughs> 哦，这个时候就来一句六字统摄万法，啊、哦，来这一句万德洪明，啊、哦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不容毫分不善见长。 你看这个礼落在四相，这个一句佛号方不方便？善不善巧？对呀、啊，尤其我们现在人的生活啊，这么紧凑啊，修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啊！你还常常有时间让你打坐，让你很多时间听经、读经，不一定有这样的福报。这样福报的人少。 所以，为什么这个法门当机？这个法门很容易学，又稳当又快速。啊，甚至你没有时间听经，你只要老老实实念，就得无边的利益。锅炉匠有没有听经？一天也没听过啊。可是人家才三年就怎么样？站着。 做佛去了，啊！所以但力行，不学文，啊，事一心见真理，这个法门厉害吧？对呀、啊，他但力行啊，他只念而已、啊，不学文，他搞不清楚。可是他老实听话真干。 是一心见真理，念到站着走人，那都不是普通境界了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十三页道经讲完了，《金刚经》大家数吧。整部经在讲什么？云何阴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对呀、啊，我们都知道本觉本无啊，他每天在那往外冒啊。 妄想分别执着啊，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；举杯浇愁，愁更愁啊！<laughs> 哦，你看《金刚经》讲了这么一段，啊，呃，这个以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修一切忏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讲了很多，提醒我们的重点。 那我们怎么离四相？哦，是吧？好，你看，假如在四象当中用这句佛号来历行，云何应住啊？南无阿弥陀佛。云何降伏其心？南无阿弥陀佛。哇，你看《金刚经》就结束了。<laughs> 所以在四项当中，那是为什么？这个我们说千经万论呢、啊，处处子规啊，啊，一切诸佛之法药，菩萨万恨之实难，啊，如来所以新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海。 这么直接了当又这么方便的方法，这诸佛都是讲这个方法。哎，为什么讲其他的方法？因为不接受了才讲其他的嘛。若人是得此法门，一切诸佛皆随喜。啊，假如诸佛如来跟你有缘，啊，然后呢，他看到你在念阿弥陀佛。 他一句话也不跟你讲，他说：“随喜功德，随喜功一切诸佛皆随喜了。”好，好，那我们这个话说回来了，啊，就是刚刚提到呢，随顺圣贤、佛菩萨教诲。 啊，这个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。所以师长老人家刚刚讲经的时候，都提到说，我们为什么心发不出来？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真相怎么样？没有彻底了解。啊，你了解了，你就能发得出来。 所以本觉本有啊，这个真相我们相不相信？其实这一句话跟佛开悟第一句一不一样，一样的话嘛，都相应的。啊，不觉本无。这个师长老人家是我们的亲教师，很重要。 你看，师长老人家这在这两句下面还掐注解，有没有？怕我们理解不够深入啊？本觉本有，一定可以恢复；不觉本无，一定可以去除。好，我们再拉回来。 《达摩祖师传》，大家相不相信？我们待会讲的所有修学的观念跟心态，《达摩祖师传》里面全有。好，我们现在拉回来哪一幕呢？二祖啊，在这个洞口跪了三天三夜，有没有？ 啊，哦、最后这个时候，假如有点音乐就好了，就电影那个音乐，啊，所以乐教还是挺重要的吧？啊，那个音乐一出来，我们那种心情就被带动起来了。啊，你们现在听到音乐没有？配合一下啊，啊，已经在耳边响起来了。 然后就突然风一吹，咔，那个盆子掉下来了。啊，两个人的耳朵的，嗯，有没有拉了一下？有没有？啊、哦，不是了，掉下来了。然后达摩祖师身体那一根针怎么样？噔，跳出来了。啊、哦，然后二祖的耳朵也动了一下。这个叫什么？感应到交了。 <laughs> 哦，然后达摩祖师就转过来了。哎，你当时看达摩祖师转过来，感不感动？哦，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你是谁呀、啊？恶主是吧？你是恶主啊！你假如用这样的心境去听师父讲经啊，三年你就大彻大悟了，是不是？哇，那那种心态听课。 那收益多大？句句入心啊，终身不忘了、啊。这是做得到的、啊。我跟大家举一个最真实的例子：李炳然是公，他只见过印主一面，但是印主是开悟的人啊。 他一看缘，他知道啊，一见到李炳老，那整个好像是上午还是下午，几个小时完全都给他一个人说吧。而那几个小时的话呢，啊，一李老在台湾教化三十八年，那往生的人不计其数，那等于印主当时候讲的句句，他都不敢忘怀。 到了台湾完全落实，哦，这是真实。我们这么熟悉的施工给我们表着法，那就真的跟这个达摩祖师跟二祖相见那种心境一样的。哦，那接着，啊，达摩祖师讲了，啊，你一定是有所求而来嘛，是吧？不然你怎么这么诚心？ 一定是为了求法而来，啊，那你有什么所求就说吧，啊，接着二祖说：“我的心不安，大家心安不安？不安呢？啊、不行，达摩祖师再看一遍 <laughs>，看到安心，哦。” 他说：“我的心不安，求大师为我安心。”那达摩祖师讲了哪一句话？将心拿来，老身帮你安。哎，接着二祖接了什么话？我怎么找不到那一颗心？达摩祖师说。 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。接下来，大家有没有看到二祖惠可的表情？一开始有点疑惑，接下来呢，微笑出现了，有没有？那个微笑代表什么？哦，好像那个一些记载里面有了。 密心了不可得，他找找找不到，刹那生灭啊，它是假的，他根本不存在。他把妄心的本质看清楚了，他就笑了，不觉本无啊，一定可以去除掉。所以根性利的人。 这么一来，我帮你按一早，啪就开悟了。哦，所以真旺什么？礼上讲一念之间。啊、哦，所以师傅常常说，他不听，为什么不听？苦还没吃够。哦，所以师长这一集又讲了，啊，方东美教授说。 佛法是什么？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什么时候过？Right now，你不肯放下来，那就不能过嘛。那为什么不肯放下？还想继续吃苦吗？好日子不想过吗？这叫什么？跟自己过不去嘛。哦。 啊，所以我们用了、啊、这些祖师的求学心态啊来听师父讲经啊，这个会得大受用。印祖强调的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又怕我们不够重视这一句话。 老人家在家了，什么？百分沉静得百分礼，千分沉静得千分礼，万分沉静得万分礼。师傅这一段开始在讲什么的时候讲出来了，在讲六祖慧能大师求学那种心态，把这句话开出来了。 好，那我们接着看第二点啊，老实听话，真干。其实要注解这六个字啊，我们还得要复习复习啊。我们之前看过，师长跟随恩师，雪茹老人。 学习经教十年的因缘的一些老人家自己呀、啊，表的老实听话、真干的榜样。因为这么联想，我们去体会就比较具体。好，第一呢，老何谓老实？老实者啊。 严守三个条件，啊，大家应该都记得吧？啊，第一个，从前所学呀、啊，概不承认；二呢，所看文字，啊，必经老师批准。 啊，三呢，只听老师一人所讲之经教。哎，师傅那个时候说到啊，这三个条件开出来啊，乍听起来好像很跋扈，有没有？哎，最后啊，还很跋扈，但是师傅还是同意了。师傅为什么同意？ 哎，这又是一个重点师傅认不认识李炳南老师？第一次见面呢。可是他为什么接受？啊，灿云法师还有朱经咒老居士，尤其朱经咒老居士啊，师长老人家很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老人家了。啊，那朱老跟李炳老他们是同辈的。 所以师长老人家他会看人，哎，人会看人很重要哦。他非常相信朱老他人生的阅历，他这么推崇李炳南老师，那决定啊这是大善之事。好，嗯，这也是李，那个师长会看人哦。好，哎，接着师长老人家。 讲到了，啊，什么都不能看，什么都不能听，大概三个月、啊，心就清净了。你看他老实听话、啊，所以老师为什么叫他这么做？他虽然不理解，但是他照做，他慢慢就什么了解了。啊，结果他一了解了，到第三年呢、啊。 我跟老师讲，我很受用啊。我跟老师说，我再遵守五年啊，所以师长老人家守了十年。好，这些话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有啊。你说那是师长守十年呢、啊，你要再拉回来了，佛法是内学啊。请问我们不守这三个条件，能不能成就？ 那师长老人家的根性都要守这三个条件，那我们不守怎么成就？再来哦，这三个条件也不是李炳南老师开的、啊，是什么？祖祖相传哎呀，讲到这个祖祖相传，也很难呢、哎。祖祖相传。 为什么搞到现在，好一一个好学生呢、啊？要找个好老师很难，好老师要找一个好学生怎么样？更难，找到几个真正相信老祖宗的智慧的，像承德自己。 也是慢慢经由师长引导，才越来越佩服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！大家看师父讲到的拜师啊，师师长老人家说，我们老祖宗通达人性呢、啊。哎，治理作业是什么人可以治理作业、啊？圣人呢？ 不只是圣人呢，还要是有其位的圣人，没有这个条件他还干不了哎。所以谁治理作业？周公哎，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亦不敢做李月焉。他怕后面有流弊呀，哎。 所以周公治礼作乐，我们要好好学他的善巧跟智慧啊！你看拜师礼，看那个拜下去，师长老人家为什么一直讲？他自己的自受用太大了。他说就那么短的时间，那个尊师的根怎么样，牢牢扎在自己的心中，那怎么敢轻慢老师？ 那个年龄最尊重的人是谁？父母啊，父亲给老师行三跪九叩，他怎么敢不听老师的话？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对老祖宗的智慧啊，那真的是要一点一滴去体会啊，越来越深了、啊。哦，他说我相信啊。 事实上呢，我们所面对的是我们的惯性。我们学习知识性的惯性是存在的。所以师父讲，我们佛门强调什么？悟性，有没有？刚刚讲的，强调要开悟啊，强调悟性。怎么样才能开悟？ 放下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。你看师傅讲经多善巧啊！讲到这里，嗯，做不到。老人家接着讲什么？你们听师傅讲经，要看到他的心呐、啊。你看李炳老跟师傅那种交心，羡不羡慕啊？ 师徒如父子啊！你看，两个师徒就在那个师长住的那个小房间，很小，我们都去台中联社看过，就在那里研究大专佛学讲座开哪些课啊？啊，谁来讲啊？师傅都在后面出主意，结果呢，师傅连露脸都不露，高啊！ 把事情给给做成了，功劳全部给别人，是吧？哎，那你看心心相印啊！你看李炳南老师也不安排师师傅上课，怕人家嫉妒啊，他在台中就不好立足了。哎，但是李炳南老师也有善巧啊，不给他排课，啊，上去讲一讲，啊、呃，有事了。 下一节课就叫师傅带他上课，都有善巧啊，哎，事事无碍呀、啊，还是让师长老人家的修学去供养到所有的学生呢，嗯，哦，好，为什么陈德感叹呢、啊？这个。 祖祖相传呢，但是要相信不容易。我们就拉到民国时期，弘一大师跟太虚法师。你们看过一轮明月没有？看过吧？他们两位大山之士有没有相聚？有吧？那太虚法师还要邀请他去弘法吗？ 可是你看，弘一大师做什么？老老实实依古法带学生，私塾。我们整个教育界，甚至整个社会，现在弥漫在什么创新？创新上面，哦、创新叫方便为门你没有根本，怎么创新？创出来的？ 都是杀到淫妄，把这个社会毁了。你说那些搞杀到淫妄的人有没有创造力？很厉害啊，他很聪明啊，可是他本没有了。哦，那现在我们在学术界写文章一直要创新、创新、创新，请问写论文要干什么？写论文要干什么？ 我要升副教授啊，升教授啊哇，字发错了，要发什么字？为一切众生尽忠尽孝之字啊，本不见了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啊。这个是在。 七十年前吧，七七八十年前，啊，七十年前的差不多了哈。这这情境了，再拉到哪一个境界？三年前，修斯校长见到老法师。现在不是中国人跟中国人相见呢。 现在是一个英国人跟老法师相见，所以你说现在要成就一件事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啊、哦！体悟够深了吧？我们体悟的够深了、啊，就别再挑毛病了，别再挑不足了。哪不足啊？我就扛上去了。这是真看懂。 时代的人，真看懂因缘的人，真看懂局势的人，他的心境自自然然就是这样。所以《格言别录》是人情世故啊，它里面有一句话讲：“哦，处难处，哎，任难任之事啊。” 要有力而无气，他已经看清楚这个事有多难了嘛，所以他有力呀，能出多少出到多少，不会保留的，是吧？我们邓家长能推多少人他就推多少人，他不会留一手，哎，有时候甚至想把自己都送过来 <laughs>。 哦，任难任之事要有力而无气。哦，你这儿挑这个不不顺眼了、啊，看那个人不足了。哇，这一念一起，没有把它止住啊！人我是非就在团体发酵了。该干的事都十万火急了。 一有人我是非，内耗又产生，情何以堪呐、啊！所以为什么在大家庭里面，做长子的、做长女的，心境不一样？那是境界的力量。哦，你看我们张霞班长，她是大姐，底下也都是兄弟姐妹，都是归她管的。 啊，小时候啥活都是他得带头去干的，啊，甚至是弟弟妹妹可以看书，他得干活。啊，你看很多像我妈妈那一辈的大姐，几乎都没念啥书，然后就扛家务，然后让弟弟妹妹读。其实谁有福报啊？都有福报了，心用对了，都有福报了。 真的，你注意去看这样的大姐，后福无穷的。看破世间呐、啊，没有吃亏的事啦、啊，阿弥陀佛，有什么好计较的？吃亏是福啦、啊，啊，豁奇了。<laughs> 师傅讲的话就很轻轻的一句娓娓道来，那个人生的味道，人生的意境很浓的、啊。 吃亏是福啊！哦哦，所以人任难任之事，所以你没有人生阅历啊，看这些句子干干的、啊，你历练过了，哎呀，口口水都出来了，很有法味的，有力而无气啊！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。 道场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些大道场？一进去，看你年轻，干活啊，劈柴呀、啊，刚好在建建室啊，搬砖啊，就干活你每天在那都不让我去念佛堂念佛，也不让我去听听经，边干还在那里发牢骚，干哪、啊、干哪、啊。 哎，干到有一有一阵子了，好、啊，去听经，去念佛，那个有没有用意？有啊，你看我们出家，一出家做沙弥啊，干什么？整个丛林什么活你都要干。哦，这厨房干完了，干大殿。 哪里干完了干哪里，讲到这里，其实我挺混的啊、哦，<laughs> 都没有锻炼过，甚至于那个我们看那个沙弥律仪啊，你要剃头啊，啊要去向你的亲教师禀报，所以照理讲呢，我要剃头的时候，要往巴黎打一个电话，师傅啊，我今天可不可以剃一下头？ 师傅说：“可以，你才可以去踢。”那假如我这样干的话，师长老人家可能大事都接待不了了。所以这个有时候要一意不一语。他这个重点在哪？让我们完全归零，不归零。 我曾经学什么呢？我有什么呢？这个心念就是慢性它只是细微而已，它还是慢性所以调伏妄星啊，唯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。所以看不懂啊？为什么连剃个头也要报告？你再去体会，你就懂。 你再去看三个条件，你就明白了。弘一大师，一代高僧，他为什么说“一事无成，人见老”？一事无成，我们看了都傻了。为末，为佛法，为众生奉献那么大，他的心上是一事无成，人见老。 只要生死的事了不了了，那是全都是过眼云烟的。对我们讲课的人来讲，讲经是修福哎，跟了生死不是一回事啊。了生死是放下才能了得了。六祖大师的一句话，振聋发聩啊！ 生死大事，福不能救啊！福还有修的比梁武帝大的吗？扶持多少人出家，盖了多少佛寺，福大不大？可是他的铭文力量、啊、没有放下，所做一切并无功德。福再大，福。 不能救，他最后还遇到什么侯景之乱，抑郁而死啊！自己底下这么大臣居然反他，把他给活活饿死。其实是因为他前世养了猴子，结果他在那修禅定了，忘了那只猴子，把那只猴子活活给饿死了，中了这个前因。 这一次，猴子变猴精了，来给他讨这个债。可是，假如当时候达摩祖师那一幕，他马上并无功德，一往内开悟了，后面的剧就不是这么演了。所以，开悟重不重要？我们这一生太多开悟的机会了。 何处是道场啊？凡夫跟佛什么一念之间呢、啊？我们把它错失掉了，把开悟的机会一幕一幕给忘了，给忽略掉了，最后被死神给吞掉了，都被无常吞了。 无常迅速啊！来，无常一来，打得我们措手不及，就别说死神了、啊。像陈德这一年多也很沮丧啊，就被一个病魔就打得晕头转向了，一点功夫都没有啊。所以陈德最大的老师啊，就是这个病啊。 这个病告诉陈德什么？这个身健还很重啊！一有身健呢，就担忧身体了，妄念就相续了。最近为什么身体好一点呢？因为最近比较不想自己的身体了啊！因为最近呢、啊。有七十几个活不下来了啊！我不能呢，没有尽点本分。 所以这个脑子里就得想，要上啥课啊？妄念少了，所以要向大家致谢，阿弥陀佛。哦，这真的是感谢大家救我。哦，这个身体啊，确实有好了不少啊。你们应该听我现在，有时候一讲激动，声音挺大的。啊，不过呢，要谨慎一点用。 啊，因为《说苑》里面有一句话讲：“病情加重，都是在病情稍好的时候啊，有没有道理？一好了哈，有点太得意忘形已。哦，所以人的道心都是在什么时候退掉的？顺境来了。” 警觉性一没有就退了，啊，孝心都是在什么时候不见了？娶了老婆了，抱了儿子了，啊，高兴了，孝心就退了。哦，所以善护自己的法身慧命啊，挺重要的。哦，好，所以我们在体会呀、啊。 祖师的一句话，都不是他想讲什么。那祖师还有想讲什么，那他就不是祖师了。师傅有我想讲什么，那他就不会得到那么多人的尊重。他都是什么？随众生心，应说之量。看看谁真看懂他老人家的心了，就跟他交感了。 所以谁是传人？跟老人家同心呢，就是传人了。哪有那么复杂？其实师傅都教了。师傅说，我们要心同阿弥陀佛，愿同阿弥陀佛，解同阿弥陀佛，行同阿弥陀佛。这话不是身冠顶阶。 受菩提记吗？我们就是因为师长的教诲来的太容易了，我们的根性要谨慎呢、啊。我们是不是从小吃苦的人？对顺境啊，太习惯了。师长老人家为什么三个老师这么珍惜？ 他经历多少苦难呢、啊？走了十几个省，进的时候机关枪的声音都在耳边呢、啊。经历过国破家亡，经历过只能自己吃饱，连钱都没有办法，连买个东西的能力都没有，没有办法供养老师。所以，当面对老师的恩德。 那不是感恩戴德吗？我们从小就在父母的呵护之下，现在有师傅对我们好，嗯，差不多啊，很自然呢、啊，珍惜感出不来。我们这一辈人，不要说我这一辈了，我们这两三辈啊，难就难在这儿啊。从小没吃过苦。 当然，善财童子好不好命啊？很好命啊！人家一出生呢、啊，哇，周围都是开花、啊，什么那个珍宝都出来了，福报大。哎，所以大家不要听完这一段。汉群，我不上了，我先去干活吧。 不过你有这个领悟也可以，哦，你肯去干也是好事儿，哦、oh.，一切随缘，重要的是真心找到没有，找到了就会修了，不是建好了，而是找到了。 佛道修行在心中，善学。他知道师傅叫他盖房子要干嘛。假如是承德，就是执着在盖房子上面，没有去体会老师叫他盖房子干啥。所以师傅说了，《凡世训》读三百遍，读了没有？ 读了你就知道，师傅叫你这么做为什么？你了解为什么，你就护得了初学的人，因为你走过来了。哦，所以你上了二年级，叫你护幼儿园，no problem。啊，你上了中学了，叫你到幼儿园负责，没问题。可是你要真上真学呀、啊，你不不能是明智为中学呀、啊。 你就辅导不了幼儿园，嗯、<laughs> 哦，好，所以这个吃苦啊很重要啊，所以任难任之事啊，要有利而无气，处难处之人要有智而无言。 我们就不拿别的法了。我们这一堂课最重要的要学到什么？深信因果，是不是？信了没有？因果在哪里？骗一接触都是因果。哎，你遇到一个很难相处的人，用智慧洞察是因果。可恶之人。 必有可怜之处。你觉得他很可恶，对立起来了，嗔恨起来了。一转，可怜之处，你心变什么？怜悯了，护持他了。所以，字啊，字里面有因果在啊。再来呢，他很难相处。 可是他现在的能力，对我们这个团队非常重要。这一念是什么？了解姻缘。这一念是什么？为大局着想。我们看不懂啊！你的领导在疼爱你，你只会给他添乱。他还对你这么好。 为什么你跟他缘很好啊？他很爱护你啊，可是你那个那个牛脾气就不肯放下。那看谁不顺眼顺眼呢？他事已经忙得要死了，还要下来调停人事问题，是吧？那你怎么对得起你领导对你这么好呢？你恩将仇报啊！哦，那再拉回来一个家庭了、啊。 兄弟姐妹很多个，不过现在跟我们讲这个，几少数人能体会。呵呵哦，上了呃四十岁以下的人很难体会了，独生子女多了吧？哎，所以你看，有个孩子妈妈很疼呢、啊，他又很不会体会父母的心呢、啊，还常常在那边。 这个耍脾气呀、啊，在那里骂你都对哥,哥比较好，怎样怎样，啊，还让母亲多操多少心，不是很不懂事。这大局观，你看都在字里面。这个字，仁者见仁，见者见智，不同人生体会的人看这个字都不一样。这个字能讲多久？好了，我们就。 到此为止，不然又要下课了。而 <laughs>、哦、无言，为什么不能说？你话一出来，我跟你讲而已哦，你不要跟别人讲哦。你一一出言呢，就是这么难的人，这么难的事，你肯定要吐苦水嘛，一股。 你不能告诉别人，我只跟你讲。然后那个人就说：“你不要告诉别人哦，我只跟你讲。嗯”我好像都很叫什么，很义气，很有哪个词人拜把的那种味道，这样啊、哦，所以啊。 哎，所以呢，想不要有人事是非啊，就从源头把它砍断了。你话一出去了，哪有可能不传？啊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哦，哪有谁不知？就不讲就好了嘛。哎。 哎，能忍住不要讲，就是修忍住，就是修调伏惩恨、调伏傲慢，重不重要？你不调伏，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啊！哦，好，所以他体会到这个事难，这个人难。 他体会到这一句话是因，延伸到发展，最后什么是果？他就从因上去掉，所以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哦，师长老人家讲经也提到，量大，负担。 普天之下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，没有我不爱的人，没有我不能包容的人，这都是师父的法。哦、oh,。我们前两天还讲嘛，修福重不重要？福慧双修，你没有福报。 你自己要修行，障碍很多；你没有福报，你要服务大众也很难。所以要修福，福会双修，福还摆前面呢。好，跟福有关的句子不要轻易放过。量大福大，扩宽心量。第二，福在受见。 要听劝谏的人有福，不听劝谏的人，第一个当下就把无始劫来一个大福，积的大福给毁了，还背了个罪名，玩弄佛法，消遣佛法。你说我们修了多久，才遇到佛法，又遇到师傅？请问修了多久？ 要常常想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这么大的福，我们亲手把它毁了，情何以堪呢、啊？怎么珍惜？不要把福又转成祸殃呢，便糟蹋消遣佛法去了。受戒呢，师父每一句话对照自己，我当下发愿落实。 这个就是有福报的人，为什么？他一听，哪怕听一句，他的心已经转了，他的烦恼放下了，他的菩提心一起来了。哇！言多福，则莫落；执此名号的言多善，则莫落发广大心。其实修福修慧并不难。 难在依教奉行。还有一句，师父也常讲，我们有时候忽略他了。福至心灵。哎，一个人真的修福，修到一定程度，福报很大的时候，哎，他的灵性呢，自然提高了，智慧自然会。 现出来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请教大家，福能到智了，这个人是什么？自私自利，很淡的、啊，有没有？那刚刚师傅有没有讲了？格物啊，怎么样有智慧？ 放下烦恼啊！那最重的烦恼是什么？自私自利呀、啊！那福智的人，他福能修那么大，他不看重自己吗？他都是想着别人嘛。这样的人有福报了。突然他的烦恼很轻呢、啊，一有机会一听什么，啪，他就有悟处了，福智心灵。 我们现在看起来有福报，哎，怎么听经都听不明白？为什么？哎，明明我现在在这里听课是有福报的现象啊，怎么会听不明白？障碍不可能在外面，在哪里？心。虽然我现在在福报当中。 没有产生知福惜福的心的时候，我是在把福报给花掉。所以这个理啊，师傅讲的很透，都在提醒我们，来的太容易了。但人家老人家也没有挂碍，他升冠顶接受菩提记，没几个人珍惜，他老人家也没有挂碍。 他老人家有耐性啊，这一次不行，下一次佛菩萨他不着急，他会看因缘，但是我们得听明白他老人家的话。哦，好，所以为什么佛门叫先去干活？他干了以后啊，他会很珍惜学习，他干了以后啊。 自己有做了，他就知道别人付出的不容易。这个时候，他在被人家服务，都是充满什么感恩的心嘛？他他才受得了这个福嘛。他心境不对了，他就花掉了嘛。哦，所以你看，师父讲三恶道消罪业。 三善道消福报啊！哎，大家听到这句话，会不会觉得哇，我来干嘛的？那到底在三恶道好，还是在三善道好？都不好了 <laughs>。哎，要在哪好？ <laughs> 极乐世界是吧？好，极乐世界，这个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。你现在心同佛，愿同佛，行同佛了，那你现在在哪里啊？哦，所以那个。 三十细念说：“便就今朝成佛去，乐邦化主以贤慈啊，哪堪更欲知乎者，管取轮回没了时啊！”做过三十细念的警局，请举手。 哦，那基本上都都做过，请放下。这句话呢，我把它翻白话一点，意思就是说，假如你现在今天就往生西方了，啊，阿弥陀佛一看到你说，傻孩子啊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乐邦化主，以贤慈。 你怎么自讨苦吃这么久？好日子不干，竟要糟蹋自己啊！哪堪更遇知乎者，管取轮回没了时。意思讲，阿弥陀佛已经现在这里来，我接你走、呃。嗯嗯啊，我那个孙子，我再包个尿布，再跟你去，不见了。哦，所以有一个学长。 问了一个问题，啊，说假如我在梦中死了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我有幸愿呢，啊，但是呢，我还没做好准备啊，那我能不能往生？问题有没有听清楚？但这个问题有矛盾。 有幸愿的还没准备好 <laughs>，什么叫心愿准备好了、啊？所以我很羡慕有一些人，我挺嫉妒他们。为什么？他们都做梦都梦到阿弥陀佛，我都没梦过了。可是我都想说，你咋还不走呢 <laughs>？是吧？都见过了 <laughs>。 见到了，赶快啊，赶快大腿要拉住了呵呵。你看人家虚云老法师，哦，去到那个弥弥那个弥勒内院见到弥勒佛了，是吧？好、哦，然后那个弥勒菩萨，你回去，呵呵我不回去太苦了，我不回去你还有任务，你得回去。哎。 随时随地想往生啊，这叫幸愿具足嘛。嗯，啊、哦，所以你看《三十系列》里面讲到的，黄金碧昼夜长垂啊，唯许行人独为啊，白玉毫古今不昧啊。 阿弥陀那个白玉毫光什么时候再照啊？随时随地呀、啊，全凭愿者承担呢、啊。所以别再过苦日子的好吗？诸苦皆从贪欲起呀、啊，不知贪欲起于何？ 因妄自性弥陀佛，我们认妄心、认烦恼为父亲了，认贼做父了、啊。因妄自性弥陀佛，意念分持总是魔啊，做不了主了。好。 所以福重要，懂得修福的人啊，在任何因缘，人家不愿意干的，我愿意干，这个福就大了，啊，这个叫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。哎，我们现在汉学院就有学生表很好的法。 哎，一上课了，也要写论文了，大家马上被那个最熟悉的在乎成绩一把就拉过去了。哎，就有学生根基不错，从小父母就护他，一定要把众生摆在第一位，修行就是要把自私自利放下。啊，他自己只要有同学需要，他就去帮忙，自己能过就好了。 感动很多学生呢、啊，你看他福慧都修了，那我们为什么知道被他感动的学生在心得上面写的？哎，下次我见到他，不赞叹他，为什么不能赞叹？年纪还小，所以不赞叹。 也是慈悲，赞叹也是慈悲，平等平等，不能坐相。赞叹这么容易容易不受影响啊？不简单哦。苏东坡先生，一代忠臣吧。我们到海口去，被贬到海口的武功当中，他是其中之一哦。 告诉大家那把皇帝气的有多严重哦、啊？看他贬的有多远就知道了。这么忠义之人呢、啊，你看他在境界当中，骑手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 他的善根，他的胸怀都这么大，可是他修学并没有得力哦。所以为什么佛陀讲，你修持八正道就是在正道当中？八正道第一个是正知啊，就是正知见的；再来是正思维啊，我们讲的正确的修学观念就是正知见的。 心态就是正思维啊，你知见没有办法建立起来，他没有办法指导你修学，你善根在后，他没有办法一直增长。啊，假如苏东坡先生知道佛法是内学，那他开悟的机会不知道有多少哦。你看他说：“八风吹不动。” 他一看到自己有八封，一放下，说不定他已经做祖师去了，有没有可能？我啊没看到，还觉得感觉良好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我这个烦恼起来了，没看到，继续相续，把它写在纸上，啊，然后继续相续，把它呈给佛印禅师看。 你看，相续不断，自己都没发现，而且这个烦恼还会变哦。从感觉良好，还变成什么？又期待，又怕受伤害。他期待什么？赞叹，又怕受伤害，怕什么？怕人家不认同他，是吧？啊、哦，好，送过去了。佛印禅师给他写了个字。 送回去了，一看 <laughs>，屁，又是一个开悟的机会，又落死掉了。哇，气冲冲的要去理论。你看人家过来人都算准了，都不用见到，早就两句话等在那里了。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。 又是一个开悟的点出现了，有没有开悟？他当下好像如雷啊，如雷贯耳，好像灌顶一样。一反观，他可能当下那个一放就开悟了。他也是学禅呢、啊。你看那个禅宗开悟的，不都是在一个机眼啪一下就开悟了？还有更厉害的。 丢一个石头，那个石头啪撞到那个竹子，开悟了。所以佛在哪？一只狗嗷嗷，有时候也是佛示线了。缘成守着嗷嗷就开悟了。六层说法、啊，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。可是你要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啊，那个境界的人杂念都已经被打的。 他就参话头，参到极专注，没有其他的妄念了。一人一成熟，佛菩萨看得懂。哪有一个人快开悟了，佛菩萨不来帮他开悟，那他还叫佛菩萨？所以那个主子是谁？观世音菩萨。诸位，假如听懂了，佛菩萨在哪里？ Anytime, anywhere。会学的人，看一切人皆是菩萨，他就是善财童子，那不是装的，那是真样，真的是这样的心情啊！处处都是菩萨学处，会不会差很多？好。 我们再回到呢，刚刚讲的，守这三个条件，所以难跟易呀、啊，其实都是在心上。你说四个人建和同解不容易啊，啊，你看也不难啊。 你看，一个李炳老跟师父，两个师徒一交感，教化了多少众生？也不难吧。难就难在有没有这样的老实、听话、真干的态度。那我们再看这三个条件，为什么从前所学一概不承认？这个是法、啊，对治什么烦恼？ 对峙自己，觉得自己有什么、啊？你不能归零，法水就难入了。我慢高山，法水难入。所以为什么那一天赞叹我们宋朝的杨时夫子？他已经得到陈浩的真传了。陈浩都说无道难传了呢。 都已经得得传承的人，人家完全归零，再去跟陈宇学习，不容易啊！我们现在没什么了，还要装着很有什么，那就麻烦了。哦，所以归零重要，那不是拜师的时候归零了、啊，甚至于你善学的人，常随佛学，谁是佛？ 一切众生都是佛，都是善知识，哪一个善知识不能启发我们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呢？哪一个众生不能让我们落实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呢？这不就是生活吗？所以这个心法，这个三个条件的心法，我们一。 体会到，守的欢喜的不得了，所以知难行易。那个知难是什么？难在你了解道理，了解道理没有人不做的，谁希望跟自己过不去？他了解的不够彻底，他有怀疑，他就卡住了。哦，第二个，所看的文字、资料、书籍必须老师批准。 他老师对你负责吗？因为你所看的东西，它是正知正见，可是他的遣词用句有没有不有没有可能跟老法师一模一样？不可能吧？那请问我们的分别执着去掉没有？那会不会在看另外一个开悟的人的东西的时候，在又着了这个文字相？ 然后又说：“哎，呀，怎么跟老法师讲的不一样？哇，乱了！所以佛门他的做法都有他的智慧。为什么五年学界？因为他真正老实听话、真干五年以后，他的知见、是非判断、真望建立起来了。他一接触什么缘，他都能参学。” 但没有这个基础，他一一参就乱了。哦，这从理上讲，你要先有根本智，啊、哦，再去参后得智。那这个标准，再拉低一点，就是师傅讲的，是非邪正、真旺利害，你都能在境界当中不会糊涂。这最低标准是这样。哦。然后只能听老师一个人所讲的。 精叫！啊，其实这个都是为了护念我们，建立起对佛法的正知正见。啊，那建立起来了，那老师就不会这样严格这么要求了。好，好。那更重要的，我们能守吗？我们现在又没有跟在老法师旁边。 就请问大家，谁有福报啊？我们看起来从小都没吃苦，好像很有福报。啊，现在的人都吃到营养过剩，以前的人好像都吃不饱。其实以前人吃的东西比我们有味道多了，是吧？东西的原味他们都尝到了，我们现在都看起来很漂亮的东西吃不饱。 那营养吃吸收不了，而且还吃了很多农药。他们有福报啊！好啊，其实有没有福报，在什么一念之间啊？你假如真的今天发真愿，守这三个条件，老法师会常常到你的梦里去。 我讲完，你们不要生执着。啊，一躺下去，师傅来吧，师傅来，师傅来，到时候琢磨我这个这个我我这个哎，讲话得讲到位，不然会造业哦。因为有一个人，他就很执着，我一定要见观世音菩萨，我一定要见观世音。最后一见观世音菩萨之后，什么都什么鬼，全屋子的鬼他都看得到了。 就他变执着了，什么都要自自然然，水到渠成，瓜熟蒂落，你发出来了就好了。然后最重要是什么？重实质，不重形式，依教奉行，频率就接上了。时空是假的啦，爱因斯坦都告诉我们啦，是假的。 一念是骗虚空的，要看得懂啊！就是你要看懂佛菩萨在干啥，他在破我们的分别执着。啊，佛灭度了，要坐向了，千处祈求千处应啊！哪些缘成熟，同体大悲他就现了。那真信这一点的人。 你以后的菩提路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有什么好烦恼的呢？傻孩子，是吧？那那个那个佛菩萨在我边，傻孩子，赶快把念头转过来，不然我也加持不上去。<laughs> 志气者，天气呀、啊！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？ 你的心里有这些执着了，佛菩萨也，他只能在旁边等而已啊，他没办法、啊，他有办法，的，来啦，一把就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一次就把你扯掉，因为那是自己生的，他他没办法，他只是我们的缘嘛，他只能当助缘，让你悟到你自己放下。 自救者天救啊！菩提心一发了，佛菩萨一感应，助缘都会出现。哦，那个，啊，有个学长啊，善根很好，啊，因为他一听啊，陈德说三天不遇到倒霉事啊，就没有佛菩萨价值。结果他最近遇到。 以前会不高兴的事儿，哎，现在就挺欢喜的。佛菩萨加持我了。当然更重要，他会学的，他往内看了，那所有的缘都是来成就我的。哦，所以不要听，呃，陈德跟你们说，那你一念心发了，佛菩萨就加持；，要一遇到逆缘，那怎么又这样了？ 接着呢，老实啊，真实不虚。你看实就不虚，实就不欺。所以佛门用的每一个字都很有它的义理，文字般若都放光啊。嗯，啊，老实不虚。 所以老实的人，学一句，做一句。啊，不欺！啊，现在承德跟大家交流的，就是老实在开解。哈，不欺了，内不欺己，外不欺人，上不欺天，慎独的功夫，这是老实的。 再来老实呢，敦伦敬愤贤邪纯诚，因为老实的人，他非常重视他的本分事，他觉得这个本分没做啊，对不起人。这是老实人。哎，不老实的人怎么样？能摸鱼就摸鱼了，啊，能阳奉阴违。 就阳奉阴违，就不老实了。好，那时间到了，这一节课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